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为行销台南在地农产，八号上午邀请女性青农以及几位女性农会总干事代表，共同伫个台南大湾东百货举办南农履历又爱又美丽的行销活动，包括湾东百货总经理徐雪芳，以及拄对日本参加食品展回来的市长黄伟哲，拢亲自到场，为台南女性青农的农产品大力来行销。在帮大家在推农产品做展，所以我觉得您台南人好幸福。因为台南市府团队也是非常厉害的角色，每一次都非常用心的规划这些活动，然后找来很多这个很能干的女力青农们，佩服佩服。种出来的样样水果跟都非常的鲜美，然后外观也是非常的好，而且种类非常多，很辛苦。各位美丽的女力，能够让台南的农业更美丽，农产更美丽那农产更给力这些年来，台南的农特产品不仅是品质很好，但是品质很好也要走到对的通路，才能够让很多消费者了解。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有着重一方面国内的通路的打开让很多优质消费地的消费者能够认识了解，进而喜爱我们台南的农特产品。那另外国外的部分也要借着参加食品展的机会能够让许多国外的好朋友一直认识了解。那目前为止已经接下来已经会有相当多的各大通路商还有电商平台，还有甚至实体的摊位能够上架台南的农特产品。市府农业局表示，台南青农联谊会经营至今总共有31个分会，在2000多名的会员中，女性青农有507位，大约占1/4，加上33间的农会，其中有13间农会总干事是女性。因为今仔日拄好是国际妇女节，台南青农女力嘛捐出一批农产制品，由着市长现场来拍卖。一万块开始啊！在场的大家，我们一桌摆满了一桌，2万，李院长含2万，协理出了比院长高8万。协理这样不好意思。徐总，3万，徐总3万，喊3万啊！旁边4万，4万，旁边过来4万，细盘。一下喊到4万去了，全部是哪一方面？1包不是2包，是全部。一直猛举手。5万，美女5万。哇！四万五，这边当5万，当时6万。拍卖品由1万起跳，最后由一名室内装潢的头家陈董事长，以着5万块来成交。另外，市长为感谢湾东百货发挥通路的力量，协助行销台南优质的农畜产品，现场嘛特别致敬公仔南农的店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